然后一路是阶梯，一二三。Every moment, every second, take your time, talk to the people, be yourself. OK， 我很谢谢他，但是希望他等一下可以先走。这真的是国际手势哎，封闭的宠物已被释放，所以动物在里面。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带着你快跑，加油加油，我们终于要抵达城镇了。还是搞到我的喷射机呢？所以你看不太到。拜拜喽！我这一次要去西班牙，走那个朝圣之路。哦。哎，那个还蛮有名的哎。对啊。祝你旅途平安顺利。好，谢谢你，谢谢，拜拜。欢迎使用台湾高铁，请选择单程。抵达机场，准备出发，来找个人跟我一起好了。请问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冒险吗？冲了！等等等等，我们先来拍张照好了。好啊。我们见面的第一个瞬间。现在时间5:05，我正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杜拜国际机场，但是杜拜不是这一趟的目的地，我将在这边转机前往马德里，因为西班牙朝圣之路才是这一次的冒险挑战。原本是一个人的冒险，但是在几个月前我收到了一封信，让这一次的挑战多了一位战友，就是他。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陈云，那我是一位视障钢琴创作家，也是一位生命教育讲师。很开心今天可以，不是今天，这15天可以跟傻鹿子君一起来挑战朝圣之旅。这么认真的一段自我介绍，会不会太认真？等下，刚有个关键字哦，大家有没有听到？视障钢琴家。所以你看不太到。对，没错。其实我现在眼睛看出去，大概就像是戴眼镜吃汤面，眼睛会很雾。对对对，起雾雾的。所以你的世界其实是亮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对视障者的那个想法，可能是他们就是一片漆黑。嗯，但其实不是。对，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我比较像是前面打马赛克的感觉。那你知道我今天的穿着吗？深色短裤。你怎么判断短裤的？短裤是因为我感觉出来肤色跟那个短裤的颜色的不同。哦，深色的裤子，然后脚是肤色的。哦，对对对。OK， 这一次呢，是因为在大概几个月前，我收到了你的信。原本西班牙朝圣之路是我一直在我的梦想清单里面，我要一个人去完成的事情。但那时候收到你的信，你那时候是为什么会寄信给我？那时候原本是早安船长的 podcast，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因为你有一些世界观，然后所以可以聊聊的一些故事这样子。我想说，也许我可以有些不同世界观可以跟你聊聊讨论这样子。对。然后就收到讯息说，要不要走朝圣之路？对，主要会找你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看到他 YouTube 上面有一支影片是，他去搭便车环岛，他一个人看不到去搭便车环岛，我就觉得这个人太帅了。这一路上呢，我觉得有陈云的加入应该会更有趣，然后也应该也会多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挑战。原本朝圣之路可能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应该会更加的有趣。那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OK， 好像要准备登机了。从台湾到西班牙马德里，总共将近要飞20-21个小时的时间，加上等待，我们先飞了大概8个小时到杜拜，再飞8个小时到西班牙。现在开始，这附近好像都没有什么亚洲面孔。真的？对，对对对对，你是不是
平常生活里面蛮需要去帮你描述附近的状况，对，你会比较能够想象。对，刚好我是一个爱描述的人。杜拜这边的人长得跟印度人有点像，可是穿着整齐，然后又感觉比较高级的感觉。对呀。Hello. Enjoy your trip. Thank you. 通关还顺利吗？还行。那像这样子过的时候，你都可以找到那个要过的地方，或是找到柜台的人？没有，像刚刚那我刚刚是站到左边，但其实应该算站右边过来的。所以在外面的时候，大部分你都是反正就先试试看，然后看有没有人去引导你。对，这样子。对。那试试看这件事情会让你害怕吗？还是你必须要这样？我觉得第一个是必须，但第二个是我觉得还是会害怕，但是会让我觉得如果我想探索冒险是必须要做的事情。OK， 一起冲。我们这趟搭阿联酋的飞机跟餐点的超棒，很扯，明明就是经济舱。对，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你是天生的吗？没有，我是后天的。其实你是后天的。我是在十岁的时候才发病，国二国三的时候是那遗传的疾病，它是一种是很罕见的遗传性的视神经萎缩症。然后全名叫雷伯氏遗传性视神经病变这样子，然后半年内就从1.0就到0.01这样子。OK，55A，First Corner to the right. Thank you. 阿联酋都有附毯子，然后两顿饭，因为飞太久了，好爽。Once we get closer to the top of the summit, we'll get back to you.With the weather conditions on the route, as good, but it's a safety precaution. We do recommend you to lose your seatbelts every time. Breakfast time. This is 包着 cheese 跟蛋的面包，还蛮好吃的。这好狼狈。是啊，很好吃。其实里面包蛮多层的，然后这是刚子君跟我说，是面包奶酪。我们在前往朝圣之路的路上，这是一趟非常漫长的空中旅行。出发之前，我和陈云也只见了一次面。他是个很有礼貌的孩子，就算有些不方便，也不想给我添麻烦。空姐超正的。经过了20几个小时的飞行，我们抵达了西班牙马德里。我们现在刚刚拿到行李，你有没有第一件想做的事？第一件想做的事，还是你现在做什么事？我现在在整理这个要放的东西。你先试试看，然后我先收好，我帮你。好，感谢。因为我想先刮胡子。20个小时连胡子都长出来了。男人的荷尔蒙就是太旺盛。我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听说西班牙是一个蛮容易被抢的地方。没错，我们是不是要把钱分散风险一下？哦，对，我刚刚你要说我们要想一个代号逃走，对啊。也不用代号，我们讲中文没人听懂。干，造了。我那时候查了一下，就是遇到抢劫怎么办？我出来的第一个选项是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游客。我们不可能啊，我们背了这么大的一个包包，然后这个面孔，我们怎么样都是游客啊。这一点我们已经是办不到了，所以我们应该用其他方式。我现在目前想到的就是把钱分散风险，真的被抢劫或是真的被偷，那至少可能某一个钱包被偷走就给他了。但是我们要让最关键的可能提款卡、信用卡，还有身上最大量的现金，可能都藏在不同的地方。这样，我们一个人大概都换了大概20000块的台币，560欧，我就留一张悠游卡在这里，还没有钱。他如果真的要偷走，他会觉得至少是一张卡里面有钱。没有人会分三个吧？三个狠狠的吧？谁？陈云，我们要出关了哦！出吧！前面有大批我们的粉丝，出去的时候要大力跟他们挥手。真的，好尴尬，好尴尬，好尴尬！谢谢。不行，这个多到我挥不下去，太尴尬了。准备出机场。我们应该直接叫 taxi 就好，不用搭 Uber 吧？哇 ！taxi 直接体验当地的感觉。第一个我们要去的地方呢是马德里查马丁车站。我们要去那边搭火车。Hola, this is station. San Martin. Yeah, yeah, yeah. Okay.
Hola. Buenas. So I need to say Buenas tardes, right? Buenas tardes. 午安。哦。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上这台车，我们完全不知道怎么付钱。现在它也没有任何的跳表等等的动作，我们来估多少钱？欧元下注，欧元，大概15分钟左右的车程。好，一二三，你说一二三，十二，你怎么推八的？我个人推十，但我觉得十就是我保留一点，就是对新马的好印象。太贵就没有好印象，是不是？我猜12欧大概台币400多块，因为我觉得15分钟的车程在台湾应该也要个300块，有可能要300块，猜个12欧。我们来看一下，等下下车谁比较接近。下车了 ，30，OK，40，thank you，bye bye。OK， 拜拜。第一个 culture shock， 第一个 culture shock， 30欧，15分钟的车程的计程车将近1000块台币，下烂，下烂哎！等下，这里是车站，人来人往，我们要开始严谨地带了。对，严谨。好，现在我们抵达了马德里市中心的火车站。虽然不是最大的那一个啦，但是这里已经是接近市中心了。接下来我们就准备要来去搭火车。在这趟冒险开始之前，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加入撒路的频道会员，就有机会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小礼物和明信片，也有机会跟我一起决定下一个冒险的地点。也欢迎大家用超级感谢来留言支持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地方，带大家看不同的世界背光处。OK， 我们好像还没有跟大家说，我们这趟要走朝圣之路，但朝圣之路分成非常多条路线。那我们决定要去走的呢，就叫做原始之路。原始之路这条路虽然它距离比较短，但是它也是被认定为就是数一数二困难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前往的是原始之路的起点，这个城市叫做马德里。不是啦，原始之路。Oviedo。Oviedo。好，我先准备买票。我完全看不懂。看不懂。我完全看不懂那个怎么点。那真的假的 ？Excuse me, it's for buying the ticket inside. Entrada. Entrada. Hay, hay papel número. Okay. Hay dentro hay una persona. Okay, all right.听不懂哎，我完全听不懂他们讲什么。听不懂。GG， 哇，买个票都搞不清楚在哪里买。Hola。Hola, buenas。Where can I buy a ticket? You are buying in this office. This office, so I get a line. In this office. Okay, okay, thank you. 好，他说要进到这一间里面才能买。Can go Oviedo two person. 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are you going? Oviedo. Oviedo.终于买到票了，我们买了多久？应该有一个小时哦。我们买了一个小时才买到，经历了超级的 culture shock， 一张票，一个人2400块，好可怕哦。而且在西班牙还有一个 culture shock， 就是他们都不太讲英文哎，这一点让人好困扰哦。我讲英文他们都听不太懂，比印度、菲律宾等等都在更困扰100倍。好吧，我们还要等2个多小时才上车，至少我们今天可以顺利前往这个地方啊。对，我们还会遇到一个问题，我们抵达当地已经晚上11点，但是我们住的地方10点之前要进去。现在的状况呢，就是我们已经买到票了，但是到了那个地方已经很晚了，然后我们联络当地住宿的地方都目前都联络不到。我自己有过很多住在外面的经验，所以我一直都觉得生命自然会有出路，所以我的心情没有那么紧张。但这一次很不一样，是我带着陈云。你是不是对今天的所有一切现在很紧张？有一点。紧张什么？紧张我会回不了台湾吧。为什么回不了？没有，因为西班牙的治安好像蛮差的。你是不是觉得你会死在这边再见了这一切。
他刚刚的那个表情跟一切，我可以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的担心，然后他现在有点笑不出来了。因为今天最坏的状况会是怎么样？预判一下，睡在路边，然后遇到人要抢劫，我拿刀什么之类的。我要尽可能让今天的一切是合理的，就是这一次我竟然不是自己一个人，所以我要稍微照顾一下他，希望可以一切顺利，然后让我们好好踏上这趟旅程，拜托。现在看一下怎么上火车。我刚刚问人，他说要沿着这个红线走，地上有一条红线，里面有人在疯狂的抱抱，欧洲人的热情感受到了。May I record? Hello. Hey. 这是来自意大利的朋友。Italy, right? Yeah. Yeah, Italy. 那这一次呢，他也要一起去走朝圣之路。虽然我们的起点不一样，走的路线不一样，但是我们要搭同一班火车去到我们的起点。Good luck. Same here. Yeah. 其实，在上火车之前，我就明显的感觉到陈云的状态有点不好，可能是对陌生环境的害怕，他的焦虑完全写在脸上。这是一趟漫长的通勤，台北到杜拜，杜拜到马德里，在这20多个小时的飞行里，我一直在偷偷观察陈云的状态，提醒他注意台阶或楼梯，帮他找包包里的东西，提示他飞机餐的选项。只是需要多一些留意，我并不会觉得困扰，我也很想让他知道。欢迎来麻烦我，这些完全不困扰。但即便是这样，我们得知了抵达的时间会比预计的更晚，以及无法联系到当天的住宿点，这些未知数还是让陈云焦虑了起来。现在接下来应该要坐5个小时左右的车，前往原始之路的起点。就我知道，就是可能你自己在旅行 的风格，可是像我们刚刚讨论的那样子。就比较逆来顺受一点。对，然后如果之后有什么像刚刚那，就是要住哪边或者说交通怎么办的话，我还想也许我们之后可以讨论看看怎么做再决定吗？可以啊，之类的。因为我觉得现在这样会有点变成好像也不是我们一起过的。你是想要说就是你希望后面几天比较被计划好，是这样吗？比较被讨论好。我当然我自己也很喜欢冒险或者说的人，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可以承受的极限还是有限，在我自己角度，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我在身旁，我只有你一个人是吗？然后我在西班牙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的，或者说可以显求助对象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风险我会觉得很大。那我总归来说，就是你觉得后面几天不要让你有害怕的感觉，是这样吗 ？OK， 好，那我尽可能的做到一点。还有个最后的答案是，如果我们到时候的不论脚就是速度或是风格不太一样的话，也许最后的脚就是我可能先到一个定点，然后我们到时候再请回来。就假设我可能有点难一次走太多，但是你可能可以，可能就我先搭车到另一个地方什么之类的，过车的话，但是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但这个应该也是每天依照不同的情况去调整的吧。我还在抓怎样是会让你怎样是会让你紧张或者是你会害怕的状况。我觉得没有地方做这件事情，就我觉得台湾我可以，西班牙不行。西班牙我觉得有点，会不会两天或三天后就可以了？有没有机会？这个我不知道，但是至少现在我没有。就每天可能都先设一个目标吧。大家先预定那个预定什么？就是到时候的庇护所，就例如第二天预定，第三天。你说提前一天先预定？嗯，因为、因为我会觉得每天会遇到的人不一样，有可能我们今天走在路上遇到一个人，那我们觉得跟这个人聊得很来，我今天晚上想跟他聊多一点，他要走的庇护所跟我不一样，那如果我先预定了就很可惜，就有可能就没办法跟这个人多交流，所以我一定都是，如果我一个人走，我一定不会去定所有的住宿的点，就是我还是会去计划的，只是不会先定好。如果是我自己这样的话，可是如果你需要先定好，那我们就先定好。但我觉得自己会有点偏向第一个担心完我晚上走的安全性，无论是实际走路或者是就是陌生环境之类的，所以尽可能都白天走路，对对对，晚上不要走路，对对对。好，OK OK， 就是先定好住宿。晚上下太阳下山前不要走路，这样好。
收到。那我讲我的心情好了。就是我来之前，我也知道你是没有这样子的，就是经验，我不知道你能接受程度有多少。但我就希望，就是可以去试试看。然后真的遇到问题，真的觉得怎么样，我们去转每一个弯，因为就像现在这样。像现在，其实现在都是对我来说都还太刚开始了。就像你 IG 不是有说到，就是不要限制自己，就是我们可以做的比我们想象更多之类的。我那时候就看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对啊，就是如果在你一开始就有所限制，或是你就有所顾忌了。当然我知道每个人对于这个安全，或者是对于这种旅程的规划，真是不一样。但是因为我的人生观跟我的个性，就是可能没有到任何的限制，然后可以尽可能去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刚刚我们这样的沟通，会觉得好像你是比较保守的，然后我是很敢冒险。可是我觉得是你的那个是，对，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想象我是你，我会不会去搭北泽环岛或者来到这？我觉得那个绝对是比我的挑战大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互相迁就不迁就，我们决定要一起来，就是，对啊。经过这几年的各种挑战，现在的我好像已经不需要有个鼓起勇气的过程。但对陈云来说，横跨半个地球到陌生的国度，是一件兴奋却充满不安的事。这五个小时的火车，是我们第一次认真沟通。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为了寻找平衡点，必经的碰撞和冲突。其实我觉得蛮感谢你可以在自己风格之外，可以这样帮我那么多，或者说陪我一起走，然后带我去，就是说查很多资料。对，我们还没有真的遇到什么状况哦，现在还只是刚开始。下车了。眼睛快张不开了，我也是。哇，好小的手扶梯哦，小心哦。准备出车站，现在时间是晚上11:10。哦，会不会冷？有一点。冷吧，冷吧。有一点。Hello, sir. This hostel. Albergue de peregrinos de Oviedo. Yeah, okay.晚上11:00，我们终于抵达原始之路的起点 Oviedo。没有其他旅馆可以预订，也没办法联系上庇护所，但我们还是叫了车，准备到门口赌赌运气。Buenas noches. Gracias. OK， 我们现在来开看。这一间我们坐电车现在到的地方是那个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庇护所。可是他已经时间已经关了，我们看看可不可以进去。Hello, is someone there? Hello. Push. No.Until 22 yes, open yes. from? Yes. It's late. It's late. Okay. I'm sorry. It's okay. Thank you. Hello. Is this the door open? This sign is the sign of Cao Sheng Zhe.朝圣者庇护所进不去，该不会来到西班牙第一晚上就露宿街头？如果在这里，你是睡得着的吗？应该可以。可以吧？死马当活马医，生无可恋。你想打死我？好，看来我们已经有点认定要在这里睡了。这个椅子跟椅子中间有一个缝隙，然后我们把两个人的包包放这里，然后我们的头就靠这边，这样至少有人要拿东西或什么，我们听得到，对啊。
这就是我们朝圣之旅的第一个晚上，睡在原始之路的起点的躺椅上，心情是兴奋但带点忐忑，觉得刺激却有点担心，是最经典的出发心情。我真的好爱，不知道陈云的这个晚上在想些什么，但太阳出来后，我们还要一起迎接这趟旅程。按下订阅，继续锁定冒险王与视障钢琴家的朝圣之路，也加入撒路会员支持我们持续创作。我们下周见。这趟朝圣之路听说沿路都有贝壳，这里之前我们在城市里，你有过很悲观的想法？其实会，因为我这疾病它第一个是遗传啊。天哪，你的累度几分？我觉得我死了。你吓到了，你这个累度你吓到了是不是？对。那你有办法继续撑完吗？我是在思考这个严重的问题。